那要老多年的，那要老多年的，那要老米的，从这老五朝鲜老，那从这老偏面了，东鲜老回去了。那路拉比就烧比了，烟嘛嘞，黄大巴嘞，几组嘞，烟点嘞，把比如说，你路马地干，开开从往那样呗。真义无数快速，改善他们的生活起居，菩萨。 步步生莲，你们踏过的就照顾他，哪怕呢，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留下了最后的，他的灵魂也可以让他看见他，听他，你们都做到了，所以这是很快速。那七月份呢，他的简易屋已经盖好了，板床啊。 所有的文章啊，四十二床，床和床的中间呢，我们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柜子，柜子上面呢有食物盖，他可以空手就进屋子的。路西天马连文呢，这关木里的西，大亚的西开的波喏，他们地拉的卡在路推木里呢，别墅木里呢，西奥路的路在马布边啊。我不知道啊，他们看我们的屋。 他是没有，就是这嘛，就是没有。你刚刚出来比较久，你不是我的小龙嘛，你弟弟讲，在那龙嘛，我就出来。之前上一次告诉我们说，哪怕只有一天，也要让你看见天堂的光。那就在我们进屋的这一天，这个阿伯就病了，发烧，晚上回去之后，一直就挂念着到底他情况怎么样。 第二天他就离开了，阿、啊、那真是很快速给他，看他改变哦，真的是哪怕剩下一天的灵魂也可以看到了天堂，真的，你们做到，师父讲稿，您做稿，让那一位吼、哦，也呢，一天入去，收到了，真的是看到了。 人生最后一天的天堂，我真正是很佩服，也很感恩。禅修中心的窗口，那个护理长说，我对你们此地人很好奇，看你们从来都不会生气，不管遇到什么境界都是笑笑的，然后呢又有那么耐心跟爱心，一直解说到我们听得懂文字这样子。 他说：“你们的那个心是怎么样调整的？”我说：“我们上人说行菩萨道的时候呢，就是在修行。我们此济寺也是一个慈善团体，也是一个修行的团体。所以你们是不是也在道场修行？”“是啊。”“是啊，这叫做菩萨道。菩萨呢，道要自开，路呢要大家。” 所以吼，您这条菩萨道真的是开的很真踏实，所以你可以呢，如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只是守在那里，就是很快救，但是怎么救？你们是不只是把关，还要让他几天之间呢，就让他地狱变天堂。 我读着听到迄、那个，哪怕最后他的生命最后灵魂也，最后的一天也可以看见天堂光，这真的他是一天接受到了，你们环境改建立后啊，和一个很有尊严，你们还呢去抚慰他，他隔天就走了。 这种来得及，把握分秒，我们还是来得及，让他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也可以看见从地狱转变在天堂一束光。所以你们做到了，这都是菩萨道场，我们要走入人群。 人群苦难众生是我们的道场，你没有。
尽苦都不知自己，所以呢真的很感恩，连我都很佩服你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，真的到现在都是就地起草。不过呢我们一定在那里菩萨找寻，我们不要放弃小，哪怕那一把米，我讲到几年，我现在还赞叹吴丁敦汤，他肯一把米做到呢，现在他已经少挣了。这就是点滴累积菩萨，请求阿弥陀佛做得很开心，没有压力。这个开心没有压力的承担，才是真实力。我希望你们在那里要发挥的是这样，在缅甸，你们一定回去哦，这种的苦相，或者是只要这样，天灾等等，你要多跟大家分享，也要让大家知道，这都是点滴慈济的精神，不影响你这个负担，但是呢，点滴累积可以做大事，这样的精神一定要传。你讲哦，你禅修中心这一群苦难人，我们可以辅导给他们啊，竹筒给他，一线两角拢不要紧，就是让每一天记得竹筒。喜欢那一份爱心的这种种子，这一生我们一定让他的心田有不同，不管你的经济是多少量，不薄的经济，我们要耕耘的是心田，要开的是心灵菩萨道。现在的众生多病，心理病跟身体病，天地病，所以三理四象，物理、生理，还有这个心理，这个三理四象都不理会生老病死，都不理会一个成住坏空。都没有离开了生住地狱，人生集合，我们的难得人生啊，那也已经看见佛法，佛法呢是在人群中，人本无可能都无菩萨，所以佛陀来人间要救人间，来人间一代受一切菩萨法。我们呢未成佛前要结合不多，你修用品呢一直在手，他都爱累生累积，现在成佛是众生的，所以佛听菩萨多了是累生劫，你总是要菩萨道要开得好，那路呢总是还要菩萨走，是这种点滴大树小草都是利化大地，不要轻视小草，小草呢草根菩萨，他们是顾好大地，所以小草大树你都已经跟菩萨来就行，这个点滴会要顾好，兄弟们多心这样了解，所至奉道其道甚大。
你修行就是菩萨道对准了，是不为自己，只为众生求安乐。像我也没有为自己，我们要所自奉道，其道甚大，这都还没有私己，我愿意付出，不求什么回报，这才是真菩萨道。